嘿，等等等等，哎呦喂，你这小子怎么一根筋呢你？我真的是为你好，我告诉你，出国这件事儿跟那个狐狸精不是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，真的是替你着想，懂吗？行啊，你要为了我呀，你证明给我看，你离婚，你要是离了婚，你让我裸泳环太平洋，我都听你的。说什么呢你啊？这臭小子还裸泳，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你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小王八蛋呢？啊！你没养我，都是我妈养的，你一天都没管过我。起！哎，这小兔崽子，站住！你小子，站住！回来！臭小子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！放学怎么跟你爸没说几句话，人就不见了，追都追不上，原来跑来睡大觉了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让本朵半仙给施主您掐指算一下，依您的一贯作风，绝对不是因为考试，那是因为……行了，你就别猜了。我爸说了，我以后不用参加考试。不用考试，这么好的事儿？好什么好啊？他要送我出国了，啊，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。也好，出了国就不用参加那种破考试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也别不高兴了。你不是成天看你那小后妈就难受吗？你出去了还能轻松点，也许那书你玩着玩着就读完了，对吧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他们是有多讨厌我才千方百计的把我赶走。其实我还是挺舍不得我爸的，主要还是舍不得你们。